看到他就是一个美容达人啊，所以呢，今天让他来分享如何通过这个 LRPI 成为你的副业首选。我们邀请我们的 Diamond， 我们的 Edward。Hello， 大家早上好。哇，我很兴奋啊！我在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开 camera， 因为刚才哦，我们李汤讲要跟你们开 camera， 跟我 say hi， 但是我看到没有嘞。来，再开一下 camera 好不好？我看有谁来，我看到我的上线在偷偷看我，我很 excited， 我上线很久没有跟我谈天了，因为上线在台湾大爆炸，所以跟大家问声好先啊，好久不见，你们好吗？我听到你的声音的，其实你没有开，我也是听到，我感受得到了。OK， 所以今天呢，话不多说，我有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劲爆的一个课题要跟大家分享，要怎样在这个疫情期间利用 LRP 去组织大爆炸，用我最强、最强、最强的一个项目，就是做移动美容。这个我觉得我不用再讲了啦，是不是？每个人知道我在 Elkin 就是做美容的，那个脸就是做美的。OK。最厉害做也是美，所以在 COVID 期间，我把我这个最厉害的刀拿出来砍人，就是用美容。OK， 所以首先先感谢公司邀请我来做讲师，也感谢我的上线。如果没有了上线的话，今天我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我在 Elkin 已经2012年4月到现在已经9年了，所以算是一个老 icon 人了。老的爱康人了，但是还在这里。OK，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之前公司有问我，哎，为什么我在这 COVID 期间哦，我的美容的组织还可以大爆炸？因为之前知道很多我们在 MCO 期间的那些 challenge， 就是哎，有些人进来了后，在 MCO 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这样子，哎，没有继续在做了，可能很多是私人原因。但是为什么我可以在这个 MCO 的时候，从12月开始做这个 Mobile Spa 移动美容，到现在我的组织从一个人在去年开始，现在我的组织来到20个，完全180新人。你们想知道我有什么秘诀吗？想知道请举手，想知道不可以举手，想知道 comment I 在那个 chat box， 我看一下谁想知道。我看到够人的话，是不是我才开始分享？不然我不要把我秘诀，不要把我秘诀分享出来。哇，有很多笑，哇，很好反应嘞。我通常做 live 有这样好反应的，你们华人的市场的话咯。Thank you very much 啊 ，OK， 所以话不多说，我先 share 我的 screen 啊，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我是用什么秘诀来把这个移动美容用 LRP 把它做到爆炸。OK，COVID 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机。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做 Elkin Business 啊，基本上是 COVID proof。什么叫 COVID proof 啊？不管有 COVID 没有 COVID， 照做，因为COVID 来讲，对我来讲，我今年活了36年，我没有遇过 COVID 第一次， Elkin 也没有遇过 COVID 第一次，很多人都没有遇过 COVID， 可以讲全部人都是第一次经验 COVID， 很多人很格兰嘎布。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他们 go down， 我也看到很多人他们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做到这样好，为什么在这个期间这些人同样的也是经历了 COVID， 但是可以做起来做到这样好。所以今天我被邀请来也是要分享我到底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做了什么东西，讲转型把这个移动美容再次做上来。讲真的，每个人都要机会啦，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OK， 我遇到很多那些 SD Word 啊 Hoteler 他们基本上被裁员的，全部没有办法，因为这些都是公司的决定，不管多大公司都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啊，倒闭的倒闭，公司关的关，公司停的停，对我来讲，我是做美容的。美容的话，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来讲啊，一年里面准准开美容的、美发的 massage center 已经关了，在整个美西4800间。美容、美发、按摩关了4800间，对我来讲，我很开心哦。我觉得，哎 ，Edward， 你很帅嘞，开心，人家店砸了，为什么？我看到我的市场，人家砸到就是我的机会，所以这个 COVID 到最后来是一个考验整个现在的 business 的转变，一个大转变。如果你可以在 COVID 的时候生存，证明你的生意在未来的五年、十年肯定可以生存。Elkin 能生存吗？肯定可以，像大公司在 COVID 做了一个很大改变，很多人还是赚很多钱。所以我们到底要想在 COVID 的时候赚很多钱呢？我们再继续看啊。
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没听到经济崩溃，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做很多钱。我还是看到有很多 business 在 COVID 的时候，生意是日日都 increase 的，就是每天都有很多 sales 的。我看到我 company， 我朋友 company 生意还是照做，而且生意做 越做越大。所以是看我们要讲去把这个东西看好不了。所以怎样去面对这个 COVID 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所以我的话呢，我做移动美容，你们觉得 COVID 的时候可以出去吗？美容院全部关了，我要出去没有？要出去又怕哦，但是我还是想要办法讲去做。你们准备好听，要听我分享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再给一个嗨我，我可以看了吗？现在，给、okay, 我要看一下 chat， 我要开始分享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你们要给我 comment， 然后我才分享。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们。OK，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看那种失业的人了，因为失业的人肯定是这样多。我们要想的就是想把这些失业的人拉进来 Elkin， 叫他们做 Elkin 一份子，让他们找到第二个副业，给他们找到一个 Plan B 来维持他们的生计。OK， 所以你看啊，我在 COVID 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移动美容，移动美容原本我们就是去外面做美容，但是我们的 training 全部都是要在 offline 做的嘛，所以我就把这东西整个转出来，转了这个我们之前做的方式，变成在跟 Elkin 一模一样 online Zoom 做 recruitment， 然后到最后我们 training 的时候还是 offline training。 我怎样去做这个东西，我在卖一个机会。 OK， 基本上在 Elkin 我们是卖产品的吗？每个人都在卖产品吗？但是如果你在 COVID 的时候在卖产品的话，是不是很多人怕我没有钱了，你要叫我拿钱出来，我都没有钱了，我都没有工作，你叫我买产品可以卖吗？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全部的立场啊。你想啊，我们是卖产品，卖帽子是产品，卖裤子是产品，卖保健品也是产品，但是你怎样去把这个东西转成机会来卖，他的看法跟想法都是不一样了。我就卖这个我的机会，就是叫他们来在这里找一个 Plan B， 学会怎样去做移动美容， just in case 大公司炒掉你的话，你还有一个生计，你还有一个技能去给你维持生计，还可以去赚钱。 OK， 我怎样去卖这个东西啊，很简单的，你看啊，这个是我在去年十月才开始做的这个 recruitment program on 这个移动美容啊。我开始是从一个人吧，如果你们看到我的箭头的话，中间那个笑得很灿烂，那个嘴巴开得很大的那个，是我一开始 mobile spa 第一个人找他进来的。我看准准了，这个是一个 influencer， 就是他有20多千 follower， 很多人看他的 post 的人。我看准了，我觉得这个人进来做一定很多人进来，所以从去年十月开始到今年四月，他的 team 这也可以讲 90% 是他的 team member 一个人开始移动美容。 OK， 所以证明了这个移动美容如果在 COVID 的时候不能做的话，这些人全部是鬼来的，所以是肯定已经 proven 了。所以现在我要 share 给你知道 Mobile Spa 移动美容在 COVID 的时候我怎样去做，然后 recruit 到这样多人。 OK， 第一你要明白的就是这个 concept 基本上我们讲了很多次，可能很多人还不是明白，所以我今天再重复讲多一次。未来的生意的模式跟趋势，你们要想一下先，给你们一分钟去想，你们想象一下，在未来的五年、十年，我们做的生意的模式到底是会怎样的？它的模式是怎样的？你可以以五年前跟五年后跟五年前、五年今天比起五年前跟五年后的生意到底是会怎样的？你们想一下未来的生意是怎样的、啊、我今天去一个地方要把我的车的时候，在一个 condo， 他的那个车的 parking 全部是那种插头的车，就是不用打油了，插头的车证明什么？未来的车全部应该是走电的了。这个是诶，如果你的生意是可以有 provide 这样子，去到那种油站有可以插头的，你卖那个 supply 那个插头的那个 system， 你可以赚钱吗？可以，未来的 business， 这个叫 business in future。 所以到底未来的人的做生意的模式会是怎样的趋势， consumer 想要买的东西是怎样的，这个你一定要明白。所以你想了过后我再跟你讲到底是怎样。你看啊，简单来讲， taxi 应该没有人做了，现在、哦、如果做 taxi 应该是那种 uncle 60岁人做 taxi 啊， auntie 50岁60岁没用电的话没做 taxi， taxi 已经被 grab 出来了。 OK，Hotel 已经被 Airbnb 取代了。所以你看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很像以前你是看 DVD 的，你的电脑是有放 DVD 的，
你的车是可以放 VCD、DVD 的。Hello， 现在哪里有人来 DVD、VCD 全部 Netflix 到完了？你看到吗？你卖什么？卖个 subscription plan， 已经 cover 完全部之前我们做的东西。所以你看啊，现在的东西全部都是要在电话上做的，这个每个人都明白 ，OK？ 所以我们再看 detail 一点啊 ，Grab 跟 Airbnb 跟这些很大的公司，他们在做怎样的转型？很简单的，一个字吧。Delivery service， 不管什么公司都在做 delivery。Elkin 是在做 delivery service 吗 ？Elkin 做的 delivery service 是非常非常大的，不是 deliver 在 Malaysia， deliver 整个 Southeast Asia， 甚至也去到很多很多很多国很多公司都去不到的地方。所以你看 Elkin 在做 service 是 delivery service。我们讲一下，以前我买东西啊，买东西肯定买那些水果蔬菜是要上巴萨的嘛。现在 hello， 我跟你讲，最近啊，我的 experience 啊，我买虾啊，买虾，你想一下那种安迪安哥早上，你的婆婆、你的妈妈要买虾，是要去巴萨早上六点、七点去买虾的。我现在买虾，那个虾送到我的家前面，那个虾还在挑的，我看还在挑的，你看到吗？现在 Facebook 卖虾、卖鱼是用 live 来卖，你们看到的生意模式是很 crazy 的。所以基本上我把这整个简短 summarize 进来，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service， 你的 service， 你的生意，它一定要做 delivery to you。你们认同吗？认同可以嗨一下吗？看谁认同，谁不认同。很好玩哦，这样子。哇，很好啊，你们的手是 keyboard 准备的是吗？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 engagemen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你看啊，一定要 deliver to you。 所以Elkin 所做的生意，现在不管你要买什么产品，不管你在什么国家，很多国家我们可以直接送去国家，美国也可以送，很多国家可以送，所以我们是肯定做对 business 的。 OK， 不管这些 delivery 有没有做，到最后你要看一个这样大的公司 Air Asia， 当它不可以飞的时候，它做什么呢？它也跑去做 delivery service。 它以前是 deliver 人去外国它以前是 deliver 人、啊、去外国吗？把你飘洋过来再去你想去的国家，现在不可以，他不可以载人，他载什么？载食物咯。他还是在做 delivery service， 看到没有？他现在要跟 Uber 打架啊，不是跟 Grab Food 打架，跟 Food Panda 打架，他去做 delivery service。还有 Asia， 他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还有自己的平台卖 skincare， 很多那种 Calvin Klein 啊，都那些出名那种韩国产品，他们在 Asia 的那个网站都可以买到。所以看到像大的公司转型。Elkin 在转型，很多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转型，可能有时我觉得我在转，但是又像有转，又像没有转，又转得不够快，又像转错方向，像有没有是啷个掉一下？所以你们要看清楚公司的方向，就是做 delivery service， deliver 平台去给我们全部人有个非常非常 convenient 的一个 platform 去 deliver skincare 给人， deliver 保健品给人，然后 deliver 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 deliver。机会给很多被裁员，不懂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很 lost 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是那个 delivery man， 我们要 deliver 这个机会，让那些不懂要做什么很迷惘很 lost 的人看到这个机会。 OK， Mobile Spa 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怎样去做呢？ OK， 很简单， understand the concept 先。Elkin 在做一个东西，我觉得跟Grab 跟 Airbnb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similar 很相似的东西。 Concept 是一个概念，概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只要你的概念对，你做的那个方向肯定对；只要你的概念错，做的方向肯定错。所以今天我们跟 Elkin 合作的话， Elkin 的概念是什么？你看啊，很简单的， Grab 跟 Airbnb 两个他们的概念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可能很多人没有想。你看啊， Grab 成功吗？非常成功，他们已经杀不了整个 Southeast Asia 市场了，他们在短短几年把那个 Uber 踢出去。 Airbnb 成功吗？非常成功。 OK， 这两个 business 它唯一一个最厉害的就是它的 concept， 它的 concept 是什么？ Airbnb 它是在做 hotel business， accommodation business， 但是完全没有自己的 hotel， 完全没有自己的屋子，厉害没有？还用你的屋子，你屋子啊，没地方租， OK， 来我的 platform 租。Elkin 做一模一样的东西，你要卖 product 是吗？你没有 product， 我有很好的 product， 我有 delivery service， 你 join 我，
我帮你 deliver product， 你照样赚你的 commission， 而且 Elkin 给的 commission 是多过这 Airbnb、Uber， 所以 Elkin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平台做 delivery service， not only Malaysia to the whole world。所以你看，我们做 service， 我们 tap into Elkin 这样大的平台 ，Elkin 有很美的 training center， 我们在这里做 mobile spa training，Elkin 有很美的那个 training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做 guasa training， 我们可以利用 Elkin 的 facility tap 这样大公司去做这样子的 services， 跟 exactly Grab。Airbnb 是一模一样 concept， 所以我们做这个时候这样子的 online 的 business， 这样子的 delivery service 的 business 肯定是做对啊。所以 mobile spa 到底要怎样做呢？我们要明白一个 concept 先。OK， 你看啊，我们在这整个疫情的时候，你要看要被淘汰的生意肯定是会被淘汰的。很多这些 massage center、beauty salon， 他们现在在，我觉得在死撑着。死撑就是要关又不要关，像那个喝的那个 Helpland， 他们已经在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已经要关了很多间了，所以可能他的总行都会关掉。这样大的 service， 已经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危机，它是一个大转型。只要你的生意可以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 sustain 的话，这个生意肯定可以在未来的五年、十年 sustain。OK， 现在讲啊 ，conventional facial spa 就是要开店，要有很多 startup cost， 你要租金，然后你要买美容产品，你要进货，你要买 machine。开一个这样子的美容公司，大概我开过，以前我是开美容院的。160千，我亏的时候，关店的时候是亏220千过去的。所以你看啊，每个月啊，要给 renter 啦，要给那些工人的工钱啦，要给 bill 啦，要给 electric 啦，这些东西全部是 expenses。所以你要开这样的 spa 可以吗？在 COVID 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开啊！如果现在有谁真的是跟我讲要拿500千去开一个 spa， 我觉得他真是笨到哦，要拿那个巴掌给他醒一下。Beauty salon 在 COVID 的时候是不能做，但是 mobile spa 能不能做？我刚刚跟大家讲，我们在做到乱。为什么？不在政府的 control 范围之内。政府讲是不可以开店吗？我们没有店的哦，他会告我的哦。我是没有店啊，我 mobile spa， 你叫我开店啊，我没有开店啊。你讲不可以开是不是？我没有开啊，我是全家班在做 service 啊，没有错，不在那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做这个可以做，没有 against company policy 啊。政府是不能告我们的。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子。OK， as long as 你跟着 SOP， 你没有开店 ，OK， 你去人家家做，人家也不懂啊，警察没有这样的工具，去每一个人的家等在那里看你有没有去做 facial， 是不是？10个公里吗？给我们走，你去买东西，10个公里你也可以去做 service 的吗？所以这个 business 已经 proof 表示 COVID proof MCO 2.0， 所以我整个 team 他们的 facial 有大概20个人多不多？有做成300个 facial， 有赚钱吗？有赚钱，有卖 skincare 吗？有卖 skincare。他们用了新 game 帮人家洗完脸，有没有再买？有再买，所以这个证明什么？这个 business 在 Elkin 里面肯定能做，可以有 repeat sales 才可以卖到产品。OK， 所以移动美容要怎样做呢？第一要 training 哦，因为我在这个Elkin 的这个移动美容，我们做 training 也是做了很多年，所以我把一个很 complicated 的 training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training 出来，所以基本上。在这样多年的经验里面，我已经把这个 training 变成只是3天的 training， 从零开始，这人可以学会全部 mobile spa skill。他们一定要买3000多块的产品才可以 join。我在劝了他们，他们去外面做 facial， 他们也在卖产品。他们做好 facial 产品完了后，还是要跟 Elkin 买。所以这里我看到一个转捩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我还是在卖产品，我还是卖机会，但是我的产品是因为他们可以赚钱这样子进来才走了。如果你叫他们买产品自己用，可能他们想，哎，我现在没有钱还要买产品自己用，然后我要赚钱又很像要去卖产品，要叫人家买，可能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去卖一个机会，跟他讲，你现在买这套产品，投资学一个 skill， 然后去外面可以赚钱，如果你去卖产品的时候，你可以再赚钱。他们买我这个 concept 进来，所以刚才你们看到那照片10多个人，我讲的 concept 是一模一样的 concept， OK。 然后我跟他讲我们的产品，我没有讲到几好，很简单的，我不用讲到产品这个有什么 ingredient， 我讲这个东西，这个是我的卖点来的。我们做 mobile spa 最重要就是产品是谁 develop， 这个 skincare 是有一个日本很出名的 scientist， 这个 scientist 他做产品不是做给我们公司吧，他帮 Shiseido Clinique ChanelQ 做产品，全部这些大公司的 formula 同时他来，所以我们用的产品是非常的 quality。我没有讲产品啊，这是我 Zoom 的 preview， 我是没有讲产品，我讲正面吧。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个韩国来的 machine， 可以用15分钟把你的脸完全那些
aging 啦、皱纹啦、下垂的方法全部解决，你要 try 了过你就知道，所以你自己 try 先，然后你才帮人家做，才看到那个效果。OK， 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我卖点是卖这个东西。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精髓来了，这个打很多人一巴掌啊，这个我觉得很多领袖要学起来。如果你打算要做 mobile spa 的话，你打算要做刮痧的话，这两个是我觉得在 Alco 我看到两个可以做最快去 recruit 人进来，可以赚马上钱，都可以在 build network， 就是移动美容针刮痧。我就问这些人，他们来 join 我的 business preview， 我 online 做 preview 的时候，我讲今天到底你值多少钱？没有人会跟你讲，你老板肯定不会跟你讲，老板也是怕跟你讲，因为他觉得你老板跟你讲过，你就觉得很气，讲讲算呢，很简单啊。你们可以学起来这 formula， 我在改人家观念的时候跟他讲了这个，我就可以 close on mobile spa， 他觉得哎呦我老板这样对我，这样我宁愿做 mobile spa 怎样呢？你们想知道吗？这个我觉得是我 selling point 来的，他们知道这个我跟他们要做呀，他们 decision 很多都是因为我讲了这个，叫他们算他们 agree 要 join 的。想要知道吗？想要知道 say hi 一下， thank you very much。 我现在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我跟他讲今天我要你算，你要算你自己的 value 在你，在一个公司你的 value 在你，如果是打工的话，还是你做什么的话，你算你的 value。 很多人在我们都是在打工的嘛，所以我这样子算 OK， 今天你到底在你公司你的 value 是你老板定，老板定你的 value 在你，很简单的 OK， 你拿你一个月的工钱，那些你的三千块的工钱 OK， 我们除到它变成小时，三千块，如果你一个礼拜是做五天工，一天你是做八个小时的话，是不是就一个礼拜四十个小时哦？你们会算吗？一个礼拜四十个小时啊 ？OK， 如果八个小时乘五天，就是四十个小时，一个礼拜四十个小时，四十个小时你再乘四个礼拜，就是一个月时间。算起来就是160个小时，如果你是做 9 to 5, 拜一到拜五， 160 个小时，轻拿3000块除160个小时，你们要除一下，所以拿你的薪水除你做工的那个时间，3000除160个小时，18块7毛半，一个小时你老板给你18块7毛半，公司的 staff 要打我，你看啊，如果你做移动美容的话，如果你做刮痧的话，移动美容你一个小时的 value 是150块。我跟你讲，我算叫马来人算的时候，他们应该自己打自己的脸。我有个马来人 join 的是他们的薪水一个月才1900块嘛，我们算在1900块除160个小时，一个小时11块嘛。我讲你如果 join 我们 Elkin 的移动美容，你的 value 一个小时是150块，所以你继续衡量你的 value。 你在那公司，我没讲你公司吧，公司很好，公司给你很多 benefit， 在 COVID 的时候你公司没有炒你已经很好了，所以你公司还是好，你照做。但是现在你在做这个副业的时候，你的 value 是你自己定的。今天你一个小时出去你做移动美容150块，你做刮痧，因为移动美容是75分钟一个小时半，刮痧可能是45分钟，刮痧一个小时45分钟，你的 value 是80块90块，所以你自己选择你的 value 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 provide 一个 platform 给你，我们有一个 school 给你，我们 Elkin 是 Elkin Academy， 我们是一个学校，现在教你怎样去学另一个技能，来当你在不懂要是什么，不小心再来 COVID 2还是 COVID 3的时候，你又给老板裁员， at least 你有个 skill 可以跟着你到 anytime anywhere， 你只要有在你的刮痧板有在，你的移动美容带有在，你还是可以找生计，你还是可以赚钱，一个小时赚150块，你一天做一个嘛够了咯，你一个星期就4000多块了。 OK， 我是用这个去 mindset twist 一下他们，给他们觉得他们 very sad， 然后就做 closing 了。我就跟他讲我的 mobile spa set 就这样子，你没有钱不用紧，我知道很多人没有钱，你可以 start with 这个，如果你有你没有钱你可以你有钱的话你可以 start with 这个 full set， 没有钱的话你可以 start with 这个 half set。 OK， 我们有这样子的 installment， 你要给 cash 也可以，你要给 air 用也是可以，然后过后我有很多 team member 都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 preview 讲这个 mobile spa concept 他们进来。我有学生21岁刚刚毕业，他讲 Edward 我不要找工作了，我现在一个小时赚这样多钱，我一个月做这样少的时间可以赚比我工钱 double， 我不要做工了。他跟我讲 construction engineer 他手来学 mobile spa 那个手哦，他洗脸手是这样的我笑他，但是我跟你讲他上个月做了22还是23个 facial。 construction engineer 他手指黑黑 OK，
我要 check 他手指，下面黑黑才可以做 facial。我有 retail 做 Uniqlo 的那个 retail manager， 我有 graphic designer，graphic designer 他的 income 在 facial 吓死人 ，OK 一个月七八千块啊。我有一个 singer， 唱歌真的是 professional 有 MTV 的。我一个老师是一个 influencer， 有什么现在是80,000个 follower。我有 lawyer， 我有 SD word， 真的是一个月才飞一次吧。他跟我讲 Edward 帮我，我真的是一个月才拿1,700吧，不够钱。我讲 OK， 来你来做 mobile spa。我有一个 uncle 41岁，有3个孩子，上个月他第一个 join， 他做了12个 facial， 第一个月吧。啊，阿邦沙都马斯大大力了，去帮人家做 facial。你看到没有？这些人不管是什么行业啊，我全部只讲同个 concept 吧。我讲你来学一个技能，你给3,000块，我讲你一个 skill 是你可以用到永远。你 anytime COVID 3, 4, 5的时候，你还有这个 skill 去。当那种店全部关的时候，哇，我们就出来了。我跟你讲。晚上也去顾客家做，但是 of course 要跟着那个 PPE 那些东西，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是能做， OK， 已经 proven 了可以做。如果不能做的话，这些人也全部都是在 copy 来。所以 startup 是很简单的，我们只需要到钱吧，千八到3,000块， OK， mobile spa 贵一点点啦，不过现在你要 adjust based on 你喜欢的公司，有公司的 package， 我是用我自己的 package， 也不用一定跟公司的 package， 公司有他的 package， 你可以自己 custom made， 因为全部 product 都有 point， 全部都有 RP point。 所以startup 一个很少的资金，学一个技能是可以用到 anytime。 你需要挂傻，你不会下个月起来，下个月后你就不会挂傻了吗？挂傻是永远跟着你。需要 mobile spa， mobile spa 这个 skill 是跟到你，现在我35岁，50岁的时候我还是会做的吧。一个 skill 是 forever 跟着你， anytime COVID 你可以拿出来顶挡箭牌啊，这个是 OK。 你的副业是你的 backup 来的，然后过后我们有个很好的 backup system， 我们有 IBS， 我们有eSmart Library， 我们有很好的 logistic 帮我们 deliver 这些顾客去全世界。然后过后你给1,000多块2,000块 start 一个 business 吧，不是产品你这样拿。很多公司叫你给，你像我卖什么，你来 training 的话，做美容 training 是要给钱的，其实去外面你做这样子的 training， 跟我们学，跟 Alcon 学这样子的美容，你要给几千块的，便宜的话也是几千块，但是你来这里我们免费给你 training， 你拿回产品几千块产品，这可以做 facial， 不用再买产品啊，training free 给你 ，OK，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bonus。你做了这个 program， 你10年的时候赚钱，然后我们公司还分 bonus 给你。只要你在 recruit 人的进来，每半年给你 bonus 是 maximum 给到你25,000。这个我们在讲，我一看 leader 才讲，那我们不是 leader， 只是要爽爽来进买一项产品的，你不用讲了 ，OK。看到 leader 跟他们讲 bonus，OK， 然后 OK， 要 fight 公司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公司在 cut 薪水。cut 30%，cut 50%， cut 你一个月来做天做工作3天吧。公司全部在 cut 薪水的时候 ，Alcon 在给 incentive。我觉得没有做这个 incentive， 人真是很 lucky 很够傻。我从开始的时候哦，做1.5 point 到3 point 到2个 CW 前，我做4.5 point， 我下个 M6 point 啊。虽然我是有点慢呐、啊，我看到很多人做很多，我讲哇，这些人哦，我觉得我都够快，想出来够快，做10多个 point 啊。OK， 我也是会做的。OK， 现在你看我们自己做可以吗 ？Leader， 我觉得我们 Leader 是连麦的 ，Leader 做了这样多年，肯定自己卖。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给你的 team 都去一起卖，都做到1.5 point、3个 point， 这是个重点。所以慢点，你就会看到我的 team 有很多可以卖3 point、1.5 point、6 point 出来。我们现在在复制这，找到重点人物，把这些重点人物复制出来 ，build 我们的 network。OK， 不止这样子吧？公司给 bonus， 公司给 incentive。还给我们旅行，虽然我们全部都不懂我们几岁去，但是公司给我们 claim 钱，不去 claim 钱也是好嘛，有那个钱存着再去咯。Dubai 是一个非常非常 exciting 的国家，那时候我跟 SK 我们两个去 Dubai 的时候，我们跳 skydiving， 我超级爽。OK， 非常贵的国家，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赚够钱，千万不要去 Dubai， 喝一杯 Starbucks 25块，一杯橙汁25-30块。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消费的国家，我觉得我们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它有全世界最大间的 Dubai Mall， 它的 shopping 没有，它的 food court 很像 Mid Valley 这样大 food court 吧，我在 food court 迷路。OK， 还有什么？它的沙漠。OK， 你要去沙漠里，坐在那个月亮跟那个星星下面，看到人家跳肚皮舞玩火，你在那里吃东西。非常非常爽的 experience， OK，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 Dubai 啊，我肯定是会 qualify 啊，这个 OK， 因为我想再去，虽然不懂几时，但是
留着那个 ticket 啦，等要客带我们一起去 Dubai，OK？、Okay? 还有，14.1个 ticket， 有些人进来一个 CW 可以做，你们想象一下，这个 LP 不能做，那些一个人 CW 可以做出14.1来哦，做到13.5哦，一个 CW qualify 哦，以前的 business plan 都没有，我没有看过人家一个 CW qualify 哦，都是要三个月这样才有人 qualify 哦，两个月，这个很夸张哦 ，LP 出来。一个 CW qualify 一张 ticket， 那个 Kero 还有那个新加坡什么名，哇，他们真是顶到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做，但是你看，真的是做到现在，是看你要不要做吧？你想不想？你要不要？你要的话转型，不会的话问那些已经做到的人，他们一定会给你 share。如果他们会给你 share 的话，是不是你找我？我跟你 share 怎样做，我们 boss 吧 ？OK，Elkin 就是有个这样子的 culture， 任何人做成功，你抓他出来。这很难啦，你 zoom 他啦，你不能见他，你 zoom 他，你问他有没有30分钟，我想做，我想要学你的方法，你可以 share 给我，知道吗？那等下我们有个顶要 share， 他 share 讲卖帽子，一天卖20顶帽子，顶哦，卖帽子卖到7.5分，我真是不知道讲卖的。等下听他分享 ，OK？ 你看这些就是做老哥这些18个 point 啊，一个 CW qualify incentive。13.5 point， 一个 CW qualify 差不多 qualify 差 0.5 qualify 一张票，这些全部都是公司做出来的 testimony。如果你还没有在行动的话，你没有点点去做，你没有100%放 focus 去做，我觉得很 rookie 啊。刚才我讲的 Aisha 一个 CW 吧，做到 13.5 point， 但是他好像是在公司给 incentive 之前做到那个 Dubai， 所以他 rookie 哦。不过不用紧，他一个 CW 做到 13.5。他下一个 CW anytime 给做13.5 12 point， 这个我们的 leader 9 point， achiever 太多太多，所以只是你要或者不要吧。所以我觉得跟几红的组织多到爆炸一大堆，所以我觉得公司有三个月行动计划，这个是三个月行动计划，你做到做不到是一个问题，但是你要不要做是一个问题。 OK， 所以你要的话赶赶去做行动计划讲呢，这个很简单的，你找两个人，你先找10个人，但是不是10个人全部都 focus 吧，10个人可能给你买产品吧，他买了过后还要不要这样子，不用紧，你找两个人要吧，两个吧，我知道的，不是每个人进来很 hot 的吗，我的进来不是每个人做很多 facial 的，就是一两个，那个就是说一个月做51个 facial 的，我有一个 team member 一个月做51个 facial， 他一个月可以 recruit 6个人进来，一个月51个 facial， 他在 facial 那里就赚了多少钱，7000多块，他 recruit 那里又赚钱，你找这个不了他要做吗？ OK， A 跟 B 两个这样子 book 他，给他再找10个， A 跟 B 再找10个出来， OK， 你就 expand 你的 team 就有30个人了，然后这个 A 跟 B 10个人里面一定会有像他们这样子的人的吗？ OK， 你就去在 A 跟 B 里面再去找两个，再去 book 他，再做10个，你做3个 level， 你有130个人在里面，这个就叫做 network marketing， 我们在 build 我们 network， 用别人的时间帮我们赚钱。OK， 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人做到呢？也是有很多人做到，家庭主妇在家，你们觉得这种 Andy 很厉害 online 吗？我觉得你们每一个都很，等一下 Andy 等一下在这里的话我就被骂了真的吗？是 Andy 人吗？ Andy 讲真的哦，你叫我妈妈 online， 我妈妈未必可以做哦。Andy 啊，在家没有事情做，按电话下啊，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做啦，但是你看 Andy 在家家庭主妇做到两个月 continuous 2-3千多块哦，我觉得这里年轻人你做不到的话，是不是你应该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我做不到哦？你要反省一下 ，OK？ 反省。Housewife 又是一个3个月连续 consistently 跟着这个 plan， 这个刚我讲的那个10个找两个，来找两个再找一个，3个月赚到4000多块，又是一个家庭主妇4个月。然后年轻人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再不要开动的话，这市场就给家庭主妇做完了。你们这些年轻的20-30岁也是时候真正去 focus 这个 LRP， 如果还没有做到 point 的话，是时候给你们去反省一下怎样去做。你不会的话问这种家庭主妇，他们做到你肯定做到。还有很多这个退休啊没有事情做，当哥也是可以在3个月做多少钱，你看14000啊 ，Hello， 14000块哎，不是1400，140003个月。所以你还有这个 Nancy 在东马，我做多少钱呢、啊？也是10多千啊，我没有去算 exactly， 但是看到没有，这些就是 LRB 出来的 proof， 200004个月。Carol 最 crazy 的，这个 Carol 从以前到现在他是很 crazy 的，他就是做那种很顶一次的 proof， 火山爆发，看到没有？你要不要做 businessman？ 有 business owner。
的 mindset 去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你看啊，最简单的就找六个人吧， OK， 刚我讲十个，现在做六个，你要找那六个重点的， OK， 不管你找多少个都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开始行动。没有行动什么是假，今天你听我讲，哎，魔包是要这样做，你回去hot聊一下，想想一下，没有行动也是假。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是不是听等一下我们的分享者怎样在 COVID 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组织做到降大，怎样可以卖 7.5 point， 有人分享给你。如果你想知道我怎样做 mobile spa 的话，你今天问不到我不用紧，你私下问我，我可以的话我跟你 share， OK。 所以你要找对人做对事，在这 COVID 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如果不可能的话，这些人全部已经 proof 了，这个 LP 肯定能做，肯定能赚到钱，看你要还是不要吧。所以今天决定在于你自己要讲把这个 LP 做好，不会的话请问那些已经做到的人，肯定他们跟你 share。 我们可以在这 COVID 的时候把这个生意一起做大，把 Alcon 再做好，然后我们可以迈向国际。我已经没有在看 Malaysia 了，我跟 Miss Fang 讲我要去 Indonesia 做 Mobile Spa， Miss Fang 答应了，他会跟我合作，我们一起去 Indonesia 把这个 Mobile Spa 做好。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只是想在马来西亚把这个生意做好了，你想去外国的话，我很肯定可以跟你讲 Alcon Global 就是你要找的平台。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在做马来西亚吧，一个 business 帮给你产品，给你 logistic， 给你一个机会迈向国际去赚很多公司都赚不到钱。我觉得今天你不做的话，你是非常非常 lucky 的， OK。 所以记得我跟大家讲的，把我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tips 你觉得能用的 share 出去，我们一起把这个 LP 做好，一起去 Dubai， 一起把这个 COVID 危机变成转机，把我们的生意做到更爆炸。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哇哦，哇哦，掌声给我们的讲师这么热烈的分享啊，真的是我们听 Edward 分享啊，真的是听到不想听啊。